进行的是国中男生400公尺跨栏决赛部分，倒次介绍，第一道撞为国中侯品成，第二道投成国中黄宝峰，第三道文化国中林子谦，第四道撞为国中吴家生，第五道东山国中李志翰，第六道大同国中李傲，第七道文化国中李雅轩，林雅轩哦。第八道苏澳国中刘哲安，好，鸣枪出发。好，现在进行的是我们国中男生400公尺跨栏决赛部分哦，选手加油。由我们的壮维侯品成、投成黄宝峰、文化林子谦、壮维吴家生、东山李志翰、大同李傲、文化国中林雅勋、苏澳刘哲安。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大同李傲。好，第一名。好，第一名参考成绩59秒82。